国立和美实验学校举办108学年度新旧任家长会长交接典礼，地方各界人士拢到场参加。新任会长杜东宏表示，感谢正人的肯定和支持，未来甲学校合作，持续推动校务发展。和美实验学校校长吴新宏表示，杜东宏会长毋但是成功的企业家，更加因为关心教育，做过几六间学校的家长会长，相关经验是真丰富。那我们呢？今天呢？将由我们的这个叶正敏会长哈、即将要接棒给我们这个杜进发哈、罗斯工业股份公司的这个杜东宏董事长哈、来接任我们新任的会长哈、那会长他呢，对我们呢这个教育哈、的支持哈、非常的令人敬佩哈、他来担任和美实验学校的会长哈、已经是第三所学校了哈、所以可以说是家长会长界中的三冠王哈、那我想和美实验学校是全国唯一所融合普通高中以及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一个新世纪学院哈、所以呢，我们学校有非常多元的学部哈、那学生的需求也非常的多元，所以也因此哈。长期在我们家长会的支持之下，我们这群孩子他才可以在学校里面快乐的学习。新任会长杜东宏认为，学校是家庭的恩心，因此他对学校教育相当重视。为了让孩子培养正确价值观，并且建立一颗善良的心，他会专业支持学校。我很认同，就是说一个小朋友在成长，就是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家庭教育，第二就是学校的教育。如果家庭教育如果不够健全，可以透过学校，所以我长期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学校，所以我才这是第三所学校的会长，所以我一向就是说，小朋友如果健全的成长，能够帮助我们国家一个国家的进步，所以我才一直支持着学校，推动学校的校务，所以我在这一次是第三任的会长，我会全力的来支持我们吴新宏校长来推动我们核实的校务。国立和美实验学校是全国唯一有完全特教部门和普通教育学校，除了普通高中部以外，也有小学、高中和中学职业和高职科，不管是一般教育和特种教育，都有相当杰出的教育成绩。新中华新闻李明宏和美采访报道。